好啦，我们打一下艾尔文好了。最终化夺回战，这个应该是超攻艾尔文吧？哎，居然是哦！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到我们的阿尔敏哦，在跟超级大巨人装熟，哎，然后他就熟了这样子。什么东西？这样你就知道我在想什么了。原来是行为的部分。我们又回到了夺回玛利亚之墙的这个剧情哦，只是现在的视角不是兵长，现在的视角是阿尔敏啊。这边不用跳过吧？这边是新的啊。对，这边是新的画面。哎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要放这张图，完全跟对话完全毫无关联。你们觉得放这一张图很突兀吗？然后在那边讲故事，然后放这一张很搞笑的画面。帮阿尔敏 QQ。戻すんだよ。でも、もう全部は帰ってこない。哦，过了五年多了。终于要回去当初事发的那个的玛利亚城了。商人が一生かけても取り尽くせないほど巨大な塩の湖、炎の水、氷の大地、砂の雪原、それを見に行くために調査兵団に入ったんだから。ああ、そうだったな。エレンはまだ疑っているんだろう。絶対あるんだから見てろよ。这时候只有，这个时候只有阿尔敏还在单纯的想着看外面的海，可是经过这么多事件之后，所有人的想法全变了，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便秘啊，怎么那么大声？哎，我真的很想要呛嘞！他的时候没有表情，他就这样子，然后嘴巴一直这样子。你的情绪呢，哥哥啊？那没有表情这样子，真灵去哪里了？啊！干，好可怕！那鼻子，那鼻子好大，那鼻子是装的吧？啊，我要死了是不是？啊！哎呀，靠！要连续抓两次怎样 ？Oh my god， 超危险的！只有我跟米卡莎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有，陈太郎在乱叫，发现信号弹，大鼻孔巨人，老头，你认识瑞德？认识啊，我认识瑞德啊。很烦，我就一直吃药就饱了、啊，一直被敲到呢。瞧好角度啊，真难瞧啊！想看兵长砍头。可是昨天已经玩过啦、啊，这个时间点，昨天就是用兵长在砍猴子啊，已经砍完了。不过我记录档好像还没放上去吧，到时候再放啊。那个连载也还没到，
应该是明天吧。哇，那边过不去啊！我要补一下物资啊。这里没有。这个，这不能领。你看，你说要切，要切这个雷枪，操作上还是有点麻烦。不过我是可以玩一下啦。这边，你看又在搞了。哦，没有，他没有搞柱子，看错了。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动锁定你要打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完全就是你的距离会他自动判定你要打哪里，颇麻烦。干嘛？家族出家族动员出去玩，巨人家族。有没有看过企鹅家族？那是巨人家族。巨人家族出去玩，出游记。欸，我快要没有瓦斯了。雷枪大钢笔那个要敲大绝才会有，我好像没办法马上敲大绝。哦，可以啊。欸，干，这火神枪靠要莫名其妙二米拿那么大两只这样子。很少千军，很少千军，打完了。嗯，我知道啊，那个晚点再过去没差。晚点再过去，看那小巨人跑超快的，还觉得很好笑。哎呦，这么近哦！哎呀 ！No！ 救我快点！啊？什么东西？啊，完了！沙夏死了！我这样没办法用雷枪啊，一直追，烦死人了。我们换回原本的斩击模式，应该就会有雷枪了。靠北，全部冲过来了，有了，好可怕啊！啊，为什么发不动啊？有了。好混乱！马上就发完了，雷枪模式消耗的速度超快的。
救我！哇，没拉到，麻烦家伙，靠北啊！救我！钢笔比较猛，对啊，钢笔比较猛，范围性伤害。完了，没有补血，怎么办？死定了！我没有那个绿色爱心补血的。有会有，有补好了。好，为了四雷枪，我们把所有巨人全部杀光了。巨人为了老头全都疯了，拜托他们一直都这样子。我靠！怕。好像蜘蛛有没有？帝都狼。砍了他！哇吼！这么近，这么近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有，哎，死掉了，刚好。老头在用雷枪，不行了，他那个雷枪的使用次数好像只能一次而已。刚刚我想要再用，用不出来了，不给用，不给用。你要去拿一瓶新的？没有，对啦。どうしたんだこんな調子で。ウォールマリア奪還に失敗したらどうなる。次の機会なんてもんがあると思うか。哦。爱莲在自我内心恐惧，如果失败了怎么办？どうしたの？震えて。怖いの？啊？什么？我才不怕呢！什么？寒いんだよ。我是因为在拍抖音。そうなの？啊，爱莲说她在拍抖音啊，所以她才发抖啊。是吗？像我刚刚就看到你一直发抖个不停。哦，像不是我没有，我自己一直发抖，不是她啊，没事。エレンって巨人が僕なんか初めて巨人と対峙した時でもそんな。好，来讲第一季的剧情。君は助けてくれた。哎，其实我觉得这一幕爱莲她还蛮帅的哎。如果啦，爱莲在这个画面的时候，她的脊椎、她的头被咬断，哦，剧情主角就不会是爱莲了，是这个圣诞老人。哦，因为爱莲被吃掉是一个满脸络腮胡的一个巨人把他吃掉的。对，那这时候爱莲他被吃掉嘛，变成巨人都有一个传统，就是无垢巨人，就是完全没有思考的巨人，要咬断他这个有巨人之力的人类，要咬断他后颈，脊椎后面那一条骨髓，要咬断才会变身。才会获得他的巨人之力。可是爱莲在第一季的时候只有手被咬断，然后是被那个圣诞老人吞进去，所以说运气好加在他没有被咬断，不然的话巨人就不会是他，会是那个圣诞老人被谁啦？对啦，被谁啦？所以说那时候就有在问啊，奇怪，为什么那时候把艾伦吃掉的那个巨人没有变成晋级的巨人？因为他没有把他被水咬断，他是直接把他吞进去。主要的是这个脊椎翼啦，啊，不是被水啦，我眼睛脱窗啊，脊椎啦，被水是三小。抱歉哦，聊天室的字有点太远了，哦，眼睛有点老花。爱莲老爸的朋友，哦，对啊，就那一只。只想看一个老人当主角啊！
当然啦、啊，剧情如果这样演的话就很奇怪了吧？不然看谁有没有想要来出一个平行世界的进阶的巨人啊？让圣诞老人，让圣诞老爷爷当进阶的巨人，好，然后标题就打说，如果爱莲不是进阶的巨人，剧情会怎么样发展？然后自己出一个漫画这样子，完全恶搞像，有没有要做啊？啊，我投资你啊，一块钱，投资你一块钱。胡子爷爷巨人番外篇可以热卖啊，好好卖好卖啊！这边是要打凯之巨人了，准备要来录一下凯之巨人了。好，我们使用米卡莎，可以使用决战兵装，就是这边就可以直接用雷枪了、啊。爱莲的妈妈被爱莲爸爸的前妈妈吃掉。哦，我知道啊。哎、欸，这个我知道，剧情已经有演到了。調査兵団は志願しなくに到着すると、すぐにエレンの硬質化によって外門。哦，爱莲成功硬质化挡住了门外。その後、ライナを発見する。莱纳被发现了，然后躺在地上变了巨人。そこで判事たちは。エレン巨人を取りに。哦，这时候汉吉等人决定使用爱莲的巨人当作诱饵，进行引诱铠甲巨人来到西干西纳区内的作战。エレンをお取りにする羽目になるとは。だが、ライナーを志願しなくないで迎え撃つぞ。待ってください。待ってください。危惧すべきことが超大型巨人がまだどこかに潜んでいます。前回。没错，超大型巨人还潜藏在某处。連れ去られたのです。単純な対策ですが、壁から離れた位置で戦いましょう。这是他们这次初次使用雷枪。剧情的时候，狙い通り、エレンと鎧が戦い始めたか。怎么打？鎧の隙を作るぞ。干，凯之巨人这个屁股那么翘哦！哇塞，这个屁股！凯之巨人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吗？那个姿势有点母汤，难怪十八禁。你好好站着不行吗？啊，不是十八禁啊，难怪是成人成那个标签是有标那个色情像这样子，翘臀的哦。好会扭屁股哦、啊！我都不知道原来游戏里面的凯之巨人这么骚哦、啊，好骚好骚！你刚刚错过了凯之巨人百兽弄姿的姿势了，你真的错过了。车箭在炸了他的头，你啊，艾伦不要挡住我。靠背，我在哪里啊？炸脚脚！怎么办啊？哎、欸，我用雷枪模式。哎、欸，我这个模式我可以一直变呢、欸，好爽啊、喔！自由做切换呢、欸，这个是佛心来着啦。哎、欸，总不能变了。哎、欸，啊，不是可以无限变吗？啊，外雷枪模式那不 OK 啊？完了，我把它用完了，我把它用完了，我以为是无限的、欸。靠呗，啊，外雷枪模式没啊，无法忠于原作了。我们知道用刀慢慢砍的，米卡莎，你这个雷，看我不能变身了、啊。啊，有了，又获得了。哦妈，再变一次。我说瞄头有点难啊，这个距离。有了，冲下去。哇、哦，好爽哦！这个伤害，
哇，好爽啊！凯巨棍被打假的、啊，哇，炸死他！你看那个巨人，你看一直在玩。凯之巨人表示干，从头翻到尾啊！哎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！凯之巨人一直不断的轰空翻呢，凯巨表示完全被虐在谷底。拜托，我刚轻而易举打倒他，也没有像现在那么艰辛，好吗？啊，不过戏还是要继续演啊，演的好像要很辛苦这样子。啊，成功了！爱的魔力转圈圈。什么？没有，我说刚刚那凯之巨人爱的魔力转圈圈。他是被打掉了吗？啊？他是被打掉了吗？就是成功了击溃了。我感觉他动了。他现在好像要告知贝尔多特他在哪里，想要找人救援的样子吧。有了，变身炸弹，快躲啊，来不及啦！连艾莲都要跑了，完了，被护啊！他直接在空中变超大巨人了。哇！好，我们要看我们爱莲飞走了。超大型贝尔托特，你坏坏，你坏坏，好小一只，呜，马上倒地，有没有？一击必杀。贝尔 A 梦失败。我们的艾尔敏要跟他们变熟人了。等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刚刚是要说变熟人了。科尼的表情呢？这边好像没有做哎。科尼的这边的梗笑话好像没有出现。哎，科尼那个梗笑话是结束之后才有的吧？欸，好像不是哦，好像是现在正在发生中的时候才有的，有点忘记剧情的顺序了。我这个姿势，笑屁呀、啊！你在笑什么？你不要每次什么都在笑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这样，不要管爱莲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直接切雷枪，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。我们再来爱的魔力转圈圈，爱的魔力转圈圈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不能让他转圈圈了，好可惜哦。想说让他转到底，可惜啊。然后变身也没了，不能再使用了。慢慢砍吧。劈下去。呼呼。直接趴地瘫软。哎，原来我们的米卡莎会三连斩。哇，我好意外哦。
也是啦，米卡莎 S 级的不会三连，不会多连，那就 low 掉了。兵长都会七连了，而且兵长 S 加哎、欸。别过去啊！完了，我是不是来不及了？快点快快！哇！最后一集，呼，成功！他逃跑了，在干嘛？演戏是不是？演的好烂哦，演技真差。突袭！哇，好帅！哇！完了，失败了。有一边没中。帅气憨吉出现。得了，请他吃香蕉。哇，这边有点帅，一个炸，把他炸出来了。好帅啊，那个超帅的，被口爆了啊！口爆去，米卡莎跟兵长都是阿康曼人，我知道啊。我难得打 S 级耶、欸。